我是刚刚一列车长的，哎，不好意思呢，去那个10月2号花莲港站哦，花莲港站，18点52分，所拍摄的是，真的还蛮感动的，对吧？如果喜欢片干嘛，咱们就都丢我们大剧场片。花莲港车站，因为昨天跑那个花东跟南回，所以就没人来看这个花莲港车站。也算是一个现有的车站，还在运作的货运车站，花莲港车站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然后等于我更完成了一步，对吧？花东南回废弃我在这里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